HEPA PM 2.5 滤网，每口气都清新，自动洁净，防沼涂层，选择万事益，享受全年好空气。两个要采五根山药，然后不能断哦。阿伯，这个断掉还可以卖吗？这个断掉的哈，太短了，自己带回家吃，削一削哈，做真空包装，还是可以卖。哦，对，所以主要还是要卖这个比较大的，卖相比较好的了哈。对，首先先把脚站好，对，脚步抬稳，全部抬稳。哦，不要抬高哈，直接拉出来就好了哈。出来，呜呼，来，呜呼。小心，好，小心。好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抬快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来，扭一下。好，对啊。断呢？注意哦。没有。哎，没有断呢。各位朋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没有断的好不好？对。它的尾巴是长这样子。没断，你这样。不要太得意哈。对，尾巴是长这样，圆圆的，蛮可爱的。有其他的哇，这根比较短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各位朋友，力气不要会那么大，所以它还是需要技巧才能够让这个农作物是完整无缺的。尽量运用全身的力量，我蹲得很低，然后靠背啊，靠手臂啊，然后靠腿啊，硬生生的拔出来，因为毕竟完整无缺的，肯定在市场上面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，所以我们尽量把它做好这样。好，来下一根。师兄们先休息一下。这粒断了，太紧张了。这边不能断。虽然不长，但是没有断也算好。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有了。有土壤了。这个也是算一根。对啊，可以吧？对，完整的，完好，完整的第二根，对，这还是完整的，好，对，好来，好来，不要抬高，抬高会断哦。感觉这个采收只是一个技巧，会很有那种怎么讲，很惊喜，就是惊喜，你不知道它长得怎么样，对，然后翻出来，各位朋友。被你吃掉了，哇！好，两个，再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。好了，小心哦哈。好啊，我来。哎，这样也可以用到我的臀大肌呀！哦，这个。今天是不是营养不良啊？今天你中小奖了。中小奖没有中到了，好的，有啦，不错，哎，没有断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头问你，加油，都可以卖比较好价钱了哈，不要断掉这样子，来，小头，都一样价钱差不多了，一鼓作气，哎，断掉了，我想听到断掉了谁。人家辛苦了这么久，才种出这么肥美的山药，所以在拉的那个当下，听到那个咔，很像骨折的声音，其实心里会揪了一下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对阿伯很不好意思。不要抬高，不要抬高哈，断了，慢慢的来，加油，根系长得很快，对，我来，不要抬高哈，哦，直接拉出来哈，来。对，这个中大奖，对，没有断，但是没有，应该很长。你再抬一把，来游一下。哦，这一只哦，你看，很长呢。对，尾巴有断，有尾巴本来就会，本来就会断，很长，天然断。还没断，对吧？一百温。是不是？这个都是鸡哦。问一下姐姐啊，有出塞啊？出塞啊！对，这哎，师傅的介绍，师傅的价钱啊。师傅现在一天多少钱？一天2000哦。啊，对，再考虑一下。小弟明天都可以来上班了。好的。阿伯，那一根可以卖多少钱？一斤怎么卖啊？来到现场买比较便宜的，180。
一斤180。对，那都是差不多要200块了。扭一下。哦，好大哦，这个。等一下哦，你一直粘玻。好好。粘玻璃。好。我这个打到粗枝了，对啊，都很完整。明天可以来打光了。好的，好，等一下留一下我的电话。对对对，不要让它断掉。对，你要断掉。哇，哎，它造型好像，造型很像一把宝剑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。哎对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以上节目由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播出。四方吹，零死角，照顾每个角落。HIPAA PM2.5 滤网，每口气都清新，自动洁净，防沼涂层，选择万事益，享受全年好空气。